若要说早期影响最深的纵向卷轴射击游戏，一定少不了雷电这一款作品。而现在这一款经典的游戏呢，也要移植到智慧型手机上面了。虽然画面有点复古，不过呢，爆破魄力仍然是相当爽快哦。在1990年推出的纵向卷轴射击游戏《雷电》，华丽的画面与玩法风靡了大街小巷，后来也成为一种象征，代表了一种类型的游戏。而这一款经典的激战游戏也要移植到智慧型手机上了。收录系列作中的一代以及《雷霆战机》1到3代，让玩家重温往日童年回忆。虽然依照现在游戏的标准，那种大型机台时代的画面或许有点复古，不过爽快感的爆破魄力仍是能让玩家感到震撼。游戏操作方式则因应手机改为触控萤幕来进行，玩家借由手指在画面上的移动来控制战机以及使用炸弹来对抗外星生命体的侵略。